还没领证呢吧？没领证，那就是有机会了。毕竟人生无常，万一哪天分了呢？所以我劝你们先在我那儿注册个会员。不过这注册会员的首要条件，一定得是单身。单身。当然，偶尔也会有一些不要脸的有妇之夫。 冒充光棍勾搭小女孩，还好苏菲刚刚提醒我，我们马上进行了整改。现在，我们只要发现这种不要脸的感情骗子，一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二位喝点什么？哼，没事，我们不喝。我们只是过来打个招呼，一会儿要去隔壁试婚纱呢。苏菲。 这女朋友，你这跟我离婚以后，成天就跟这种跳梁小丑混在一起啊？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我觉得你还可以。要去试婚纱呀？嗯。还是你们快。我追了苏菲这么久，她就是不答应。苏菲。 看看你结婚的时候也没闲着呀，看看，老婆藏的多深啊！这位姐姐都转正了，怎么还叫人家老婆呀？小三当惯了吧？苏菲可是我的女神，是我死乞白赖要插足，她就是不肯。你可真幸运，转正的感觉怎么样？ 哎，我的，谢谢。